后一组表演，来自于我们台中市笃行国小的舞蹈班的同学，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舞蹈哦。这个舞蹈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擦鞋匠呢，为客人擦鞋、绑鞋带，还有这个钉鞋钉等等的动作，通通串联在这个舞蹈当中。一起欢迎我们的笃行国小舞蹈班为大家带来的世界舞蹈鞋匠舞，掌声欢迎。好。